1月19号也是消防节，在年关将近的时候啊，我们今天特别在阳大附一啊进行有关啊医院的紧急疏散以及灾害抢救的演练。那医院本身的所住的人都是属于弱势团体或是生病啊，甚至有可能长照的对象，所以今天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啊，请阳大附一啊进行有关内部病患的疏散，以及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利用包括滑带缓降机、云梯车等各种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将病患能够从灾害现场抢救出来。那透过这些演练，希望能够以包括医院啊以及相关长照单位进行啊有关灾害疏散演练抢救的这个进行演习啊，希望能够对于病患能做最好的保护。